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成，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在我身上这件裤子。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不爱穿弹力裤、缩口裤这类的裤子，因为呢，外面有很多市售的款式，没有太多的设计感，穿起来就很像一般阿公在运动的那一种运动裤。真的要让我发自内心分享的裤子，就真的厉害啦。Musco 推出的这一条重磅弹力缩口裤，总共有六个颜色可以选择，分别是铁灰色、卡其色、灰绿色、深蓝色，还有浅灰色，还有我目前身上这一条黑色。尺寸从 S 到 XXL 都可以穿，那我们就直接从裤头开始说起。它是使用三层弹力车工，不像外面市售的缩口裤单层的弹力，在长期穿之后裤头会松掉，简单来说就等同于你那件裤子要直接报销。三层车工呢，就是 Musco 他们家最大的优点，而且在裤头前面这里还有绑线，都可以让各位轻松做调整，所以这裤子真的是动静皆宜啊！无论是你上班穿、跑步穿，或者是运动穿，一般外出穿搭真的是非常体面。而且它是属于高磅数的斜纹材质，不会贴腿。即便你的小腿肌肉啊，或者是大腿的肉再扎实的朋友 ，Musco 他们家的重磅弹力缩口裤都能显示你最好的线条。再来，口袋的地方更是厉害。为什么它口袋很厉害呢？这是我目前裤子当中口袋最深的一款。一般的裤子，无论是弹力裤、运动裤或者是牛仔裤，真的是完全不能做到你能把整只手伸进去。而且你们可以看到，深度是直接到达我手腕关节的地方，我没有硬撑哦。哇，这真的是非常厉害了吧？因为我本身都有在拍摄旅游影片，之前呢要拿个相机，还要把后背包拿下来，拿出 GoPro， 可能拍个几秒钟、几分钟的片段之后，还要把 GoPro 塞进去。那天刚好我穿了这一条裤子，一个不小心就直接把手机跟 GoPro 塞进去。很认真的在拍摄我的影片，在我回过神，我才发现，天哪，它竟然可以塞进一只手机跟 GoPro， 这真的是太方便了吧！而且空间，你们看，放进去之后呢，还是绰绰有余，这不推爆真的对不起自己。再来，我们往下看大腿跟小腿的部分，就是我刚刚所说过的，因为 Musco 他们家的商品就是比较有设计感的版型，所以是非常可以呈现你身材的比例。这一条裤子添加了弹性纤维，动作再大都不会有紧绷卡卡的感觉。最后就是脚踝这个部分，它也是使用三层缩口的设计感，是现在最流行的设计款式。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网络购物的习惯，每次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 ，model 穿起来感觉都特别好看。怎么商品寄到家里，自己套上去、穿上去之后才发现，不是裤子太长，就是裤档太长，或者是哪里太松、哪里太紧。Musco 他们家的商品可以让各位安心的买、安心的穿，而且磅数也是非常足够。自从我那时候不小心买到他们家商品之后，就真的回不去了。反正它就是恰到好处，而且是很硬挺的版型。赞赞，好东西不能只有我知道。如果对于今天商品有兴趣的朋友，我会把购买网址放在下面叙述栏，可以去看看。无论是牛仔裤、短裤、帅气的刷破系列，或者是绅士系列、棉裤系列，应有尽有。型男们赶快手刀冲一波！我是世成，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